我看二零年前南投电费年轻人的潮流所点灯，不过受到这些影响，县政府过年前是宣布暂停，对过年之前下台了之后，县政府十九暗部点灯。今年除了就牛年的主题灯，还头一摆设立客家灯器，让将将的发挥起，而陪乡亲朋友庆贺庆祝这样一摆。用金枪送银耳，那头灯会牛年主灯慢慢转天空，代表今年而由太阳转变。现场有社区同企业没来参加，大家灯器各有主题同特色。哎，我知道佮做到庆奖哦，还有吼庆贺款，出到一年比一年做到较好。那除了这些比较特色的灯以外，另外也结合南投各项特色的元素，包含客家、还有原住民、还有社区，都有不同的灯区，还有企业也有不同的灯区，总共有16个以上的主题灯区。南投县文化局讲，今年南投灯会特别摆设客家灯区，主题是光耀客家，用竹木搭草迷宫半空，配合南面天幕，主灯是五光两部天，含有绿草代表彩体客家生意文化的灯，而带民众行业客家世界。我感觉吼，了，安尼系体育班客家人参加体育班嘅个灯器哦，做到实在很好哦。利用这个灯会，让外界的民众来到南投之后，也能够感受到南投浓浓的客家味。所以我们特别把这个灯区取名叫做“光耀客家”哈，也希望透过这样一个灯会点亮南投的客家。南投县政府观光处讲，今年灯会增加发挥气氛，汉堡新头青年桥灯光点照，展现无限款特色。灯会不到三日，随即结束，提倡乡亲配合市民之防疫政策，更是安心来看将将的灯会。大家新闻的评论，南投报道。